请跟着咪普利一起动起来吧。准备咯。好，来，将膝盖交互抬高，触碰 Rincon 吧。请注意不要前倾。最后一次。好的， OK 了。下一个是抬高脚踝的伸展运动。抬高脚踝内侧，触碰 Rincon 吧。意识着将脚踝朝上吧。最后一次。好的， OK 了。接下来是针对背部的伸展运动。大步踏出，将身体重心往下移。踏出脚时吸气，收回来时吐气。脚尖笔直朝向前方吧。最后各一次。好的， OK 了。最后是打开双脚的侧身伸展运动。拿起 Rincon， 将身体往侧面倾倒，不要朝下，好好往前看，注意不要过度反弹哦。最后各一次。辛苦了。
技能。我要攻十下。高举双臂推肉。好，动吧，连推压瑞克吧。OK， 超棒的，很棒啊，很厉害，很好啊，好哎，更切实的推压瑞克，啊，有改善喽，很棒。OK，OK。可以的，还有三次 ，OK， 很好，最后一次，动作很棒哦。来吧，选择技能吧。哇，这个连续抬棒，攻击力415，他还动作，原来攻击力这么好。动作吧。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二一，好运动，燃烧脂肪吧。二一二一一二一，还有一半。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，还有10次。一二一一二一二一，还有5次。一二一二一一二一，完美！已经累了吗？加油！已经累了。高举双臂沉式，要开始了。连吐气，连放下冰桶。OK， 完美。很好，好哎，动作很棒，很好，太棒了，很棒的，就是那样，很好，闪耀着，很好，做得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激发自己的潜力吧，很棒啊。OK， 还有3次，就是那样。后一次，很好，做得太好了。推入时腿部微弯，好哎，太幸运了。抬棒 Rinka。好好的将手臂上下摆动吧，抬起来，放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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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维持住腹部施力的状态，放下来，抬起来，还有一半，放下来，抬起来，放下来，抬起来，还有10次，放下来，抬起来。这场战斗太棒了。来吧，用胜利姿势将做完的运动转变为经验值吧。缓缓蹲下，累积深蹲之力，伸直全身 ，Victory！
所有的碎片吧。找一个宝箱。我是要找个什么东西啊？火龙果是不是啊？蛇技能攻击吧，金钱跳跳连环剑，好，动吧，左右手腕手肘肩膀要保持在相同的高度，很好，好，很棒啊，超棒的，很好，很好，好哎，很棒的，很好，激发自己的潜力吧，很好啊 ，OK， 最后一次 ，OK， 好，左右换边。拉开 Rico， 很好，完美，好哎，很好啊 ，OK， 好厉害 ，OK， 很厉害，很棒，动作很棒 ，OK， 好，加快节奏喽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真是完美。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，请选择技能甩手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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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注意不要让身体的重心偏离了，右左还有一半，右左右左还有十次，左右左右还有五次，左右左做得太好了，也失去平衡了，机会来了，疯狂连续高举双臂扭腰，好好运动，燃烧脂肪吧，棒了，腹肌防御，边腹力边以腹部之力，要好好补充水分哦，现在还浪放呢，轻松呼吸，最后一个了，选择连续抬放，尽量充满活力的进入动作吧，运动了很多的，很好，哦，这个很像那个圆盘打击出现了，好久没玩了，
油，这要打倒所有机器人，这种关卡吧，完了，感觉要卡死在这里。选择技能吧，甩手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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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象自己的身体一直轻松，右还有一半，左右左还有十次，右左右左还有五次，右左右左，做得太好了，推入时腿部微弯，这个垫子我怎么回血了，选择技能，剪刀式，
好的将双腿交叉吧。1 2 1 2 1 2，动作要与侧面成一直线交叉进行。1，还有一半。2 1 2，还有10次。1 2 1，还有5次。2 1 2，做得很好呢，别着急，慢慢起身吧，腹肌防御。腹部而非手臂施力，好哎，太幸运了！要好好补充水分哦。连环剑。要开始了，无需置于正面，保持握柄在前，拉开吧。OK， 很棒的，很好很好。OK， 很厉害，很好，很棒啊，很棒。啊，发自己的潜力吧。OK， 好哎，最后一次。好，左右换边，要开始了。也许是有助于强化背肌的运动，很好，闪耀着，很好，完美，很好，好厉害，好哎，超棒的。 OK， 就是那样，很好，加快节奏吧。很好啊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真是完美，好好的持续追压吧。还早还早哦，选择技能，连续抬放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1 2 1 2 1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，好好伸展背肌吧。1 2 1 2 1 1 2 1，还有一半。1 2 1 2 1 1 2 1 2 1 2，还有10次。1 2 1 1 2 1 2 1，还有5次。1 2 1 2 1 1 2 1，完美，腹肌防御，边吐气边以腹部之力，好，请选择技能，要开始了，可以膝盖改善腰痛的效果，很棒，动作很棒，很好，好哎，好，太棒了。 OK， 做得好，很棒啊，闪耀着，很好，好厉害。 OK， 很厉害，好哎，很好，继续前进，棒，可以的，还有3次，加油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做得太好了，还挺厉害的，加油啊。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
慢慢回来，膝盖的弯曲程度以90度最为理想。好，左右换边，也要记得换脚哦。慢慢向右倾倒，慢慢回来，屈膝时别让膝盖超出脚踝。哎呀，还真是挺难缠的。缓缓蹲下，伸直，贝克特瑞。哇，请选择技能，高举双臂推入，好，动吧，注意下巴不要上台，很好。 OK， 好哎，很厉害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。高举双臂深蹲，好，动吧，抬高手臂时要避免腰部后仰，很棒啊，很好，很棒的，闪耀着，很好，太棒了，很好，完美。 OK，很好，好 ，OK， 继续前进，很好啊 ，OK， 还有3次，好，很好，最后一次 ，OK， 真是完美，不惜防御。边吐气边以腹部之力，好哎，太幸运了！已经累了吗？加油！哦，累了。三头肌，好，动吧，尽量将小手维持在较高的位置上，好哎，好哎，很好，做得好，很好，超棒的 ，OK， 好厉害，很好，动作很棒，很好啊，很棒啊，加快节奏吧，好哎，好哎，最
后一次，好哎，好，我又换边，好嘞。好，动吧，适合想要拥有紧致上臂的人，很棒，很厉害，很棒的。OK， 好厉害。OK， 很好，太棒了，很好。甩手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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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肩膀和手臂同时进行动作。左，右，还有一半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十次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五次。左，右。左，完美，腹肌防御，推入时腿部微弯，别太勉强，喝点水吧。连续抬放，剪刀式，好好的将双腿交叉吧。1 2 1 2 1 2，从腹肌部开始，好好进行动作。2 1，还有一半。高举双臂深蹲，好，动吧，适合想要拥有紧实上臂的人，好，很好，好哎，很棒的，超棒的。 OK， 完美，很棒啊，动作很棒，很好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的，闪耀着，很棒，激发自己的潜力吧，很好，还有三次。 OK， 很棒的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好，别松，敌人失去平衡了，机会来了，疯狂连续高举双臂抬腿，请不要原背，做得好，腹肌防御，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，好，请选择技能，高举双臂沉式，要开始了，膝盖微弯的状态进行吧，很好，做得好，好哎，OK， 超棒的，很好，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
多千虫，化为木头走过吧。 加油， 撑到那些家伙走掉。 再次化为木头走过吧。 加油， 撑到那些家伙走掉。 点了，哟！啊！
来吧，选择技能吧。啊，好累啊！甩手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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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肩膀和手臂同时进行动作。左，右，左，还有一半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十次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五次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完美。边吐气边以腹部之力。好哎，太幸运了！选择技能攻击吧，圆环剑。好，动吧，注意手肘不要往下弯，很好。OK， 就是那样。OK， 做得好，很好，闪耀着。OK， 好哎。好，很好啊，好，加快节奏了，很好 ，OK OK， 好，左右换边，要开始了，适合想要拥有紧实上臂的人，很棒啊，很棒的，好厉害，好哎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厉害，很棒，很好，继续前进，很好，好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做得太好了，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。要好好补充水分哦。三头肌，要开始了，尽量将手肘维持在较高的位置上，很棒啊，动作很棒。OK， 好。很棒的，完美，很好，太棒了。 OK， 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加快节奏吧。 OK， 很好，最后一次，好哎，好，左右换边，要开始了，小心不要原背哦。很好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哎，好哎，好，很好，好厉害，很棒，动作很棒。OK， 激发自己的潜力吧。OK， 很棒啊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真是完美。哇！还早还早哦，请选择技能。招式，好好的向方向交叉吧。
1，2，1，还有5次。2，1，2，都做得很好呢。选择技能吧，加油！连续抬放。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1，2，1，2，1，1，2，1，2，1，2，1，1，2，1，2，1，好好运动，燃烧脂肪吧。2，1，2，1，1，2，1，还有一半。1，1，2，1，2，1，2，1，1，2，还有10次。运动了很多的，很好。缓缓蹲下，伸直 ，Victory！ 推压吧，是会运用到大范围肌群的运动。那么开始静态伸展，不会用到 Rincon， 请放置于安全处。往前伸出左手，用右手压住左手手指，保持左手腕向后，一边伸展手臂前侧。
一边也是。注意，别让伸展侧的手肘弯曲。慢慢恢复身体姿势，举起双臂，抓住左手肘，边将手肘下压，边伸展双臂。另一边也是，别中断呼吸，好好伸展开来吧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在身体前侧双手交握，手心朝前伸展背部，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右脚向前跨出，手叉腰，弯曲右膝，伸展左腿的小腿肚，换另一边的脚，重心往前移，伸展另一侧吧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打开双腿，以手碰膝后腰部向下，左肩转向内侧，伸展左侧髋关节，身体回到正面，也伸展一下右侧髋关节，注意膝盖不要朝向内侧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伸展运动结束，辛苦了。哦，行了，好累。今天的小知识是，用餐的时候先吃什么会比较好？血糖值，血糖值是糖分在血液中的浓度，它是因为用餐而导致血糖值急速上升，大量的分泌胰岛素，会将糖分转化成脂肪，像鱼、面包等食物，还有碳水化合物会让血糖值急速上升，蔬菜与藻类则可以减缓血糖值的上升。所以可以在进食主食前先吃这些。OK， 意思是让大家先吃菜再吃饭，多吃蔬菜。藻类是指什么？海带之类的吗？对了，你今天调高运动强度了。哎，实际尝试后的感觉如何？觉得可以承受吗？感觉能努力下去。其实蛮累的，调高了两个。好了，我去洗澡啦。